我今天做的是扫描机器人，然后它这个程式写的时候分三个部分，第一个是要写，要让机器人要选它的高低解析度，让它选，然后第二个是要它能够调整它，要设定它的亮度，然后呢，另外最后一个还是开始它的那个扫描，然后。第三个步骤扫描是最难的地方，然后刚开始的时候，第一个跟第二个都放到别的地方了，所以都做不出来，后来放在一起之后就好了。好，然后现在就来看一下，然后我画的是一个星星。你为什么跟你星星是？然后刚刚做的是低解析度的，那现在要把它改成高解析度。Thank you.